獅子展覽主辦方聯同三名80后至90后的本地插畫家和書法藝術家，透過他們的藝術作品向大眾展示回憶中的梅艷芳。展覽後的作品會公開發售，創作者將全部收益捐贈兒童癌病基金。展覽展出梅艷芳電影中三套代表梅艷芳演藝事業上三個重要時刻的戲服，包括 Anita 在1982年第一屆新秀歌唱比賽演繹徐小鳳名曲《風的季節》時所著的黃金戰衣，在1987年香港電影《胭脂扣》飾演如花時所著的旗袍，2003年最後一次演唱會演繹最後一首歌《夕陽之歌》時所著的婚紗。展覽同時展出電影《梅艷芳》和製作幕後花絮，場內有不少拍照和打卡位，其中一幅約2米高的大劇照較為矚目，另外還有以《夕陽之歌》演繹的一段樓梯，旁邊有名人留言板，包括陶傑、古天樂、林奕文、黃婉芝、鄭裕玲等演藝名人寫下心中想跟 Anita 講的心底話。